所有的好朋友，啊，搁有我最最亲爱的家人，一路走来，因为有你们，现在我先宣布，这一届我又当选了，谢谢大家。真的是跟过去非常不一样，因为遭受到非常多的恶意跟谎言，啊，这一路走来跟过去比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艰辛，可是也因为有这样子的冲击，啊，让我们所有的乡亲、所有的好朋友还有家人全部都更凝聚在一起，看到了有很多很多人站出来，啊，来给我最大的温暖和支持，不管是我们的庙口开讲，不管是徒步扫街，或者是我们家家户户的拜访，都看到很多很多马文君的分身，你替我在每一个角落在那走，在那拜托，啊，也有很多人默默地为我祈祷，为我祈福，为我祝愿，啊，所以今天可以顺势来动算，真的要感谢感谢很多很多的人，尤其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，因为虽然经过那么困难的冲击，但我们大部分的乡亲也是选择相信马文君，让我可以再次顺利当选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。我们台湾目前我们的处境，今天也是比较困难，我们在地缘政治上面也会面临到更大的风险，也因为这边浅见受到大家的重视，我相信未来我们国家的安全也得到更大的关注，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好的过程。除了感谢以外，我也在这谢谢所有的乡亲选择信任文君，也把责任再次托付给我，我一定会更用心更努力，未来在我们的立法院可能有更不一样的政治生态，是不是全部都无过半，这是有可能。啊，不过要怎在这的生态环境里面，让我们在很多的法案、政策，还有国家的安全上面做更多的努力，这嘛是未来最大的目标。咱更加希望台湾是咱大家的，希望咱新的政府，咱所有要进入立法院，咱这的委员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人民更好、更安全、更安定、更无忧。咱希望咱的台湾社会会使更加侪良善、更加侪和谐，让我们台湾更好，人民更好。这是我们新政府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谢谢大家，再次选择马文君，欢迎小赖周围的人民喜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